果子在路上寄了6天才到，但是6天的时间这个果子还是全部都是很新鲜的，没有坏也没有软，它是2层。这一个是中果，然后中果一箱是有27到30个这么大，哇，掌心这么大。然后底下的是大果，拿给大家看一下，底下这个是大果，中果跟大果的区别，大果一箱是48.8块。